次，哇，小伙伴爷爷人可真好呀！铲铲刺破云霄，翻身一线牵挂。Hello， 小伙伴大家好，哇，小厉害了，厉害了，好消息啊！爷爷昨天告诉我，发信息我说进了两盒黄金卡，哇，小伙伴们，哇。我最喜欢黄金卡了，今天来爷爷小卖部啊买黄金卡，也很多人说快来爷爷小卖部去买黄金卡。哎，爷爷怎么在这边呀？小伙伴们，小伙伴们，爷爷在找什么呀？我们去问一下爷爷。爷爷你在干嘛呢？我来买黄金卡，你的黄金卡在哪里？哎，你的黄金卡在哪里啊？小伙伴们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呀？今天真的很抱歉了，黄金卡买不到了呀。爷爷他在这边昨天刚进货的，就两盒，现在黄金卡比较紧缺，懂吗？哎呀，没了说的，爷爷跟我说没有了，他放在这里了，没有了。我们问一下爷爷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放在这里没有了呢？哎呀，真的是，这也太可怜了吧，小伙伴。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打出这个词是支持小卖部的好人。怎么会没了呢，小伙伴们？爷爷说没了。哎，小伙伴们，昨天爷爷还说晚上还在啊，两盒黄金卡，两盒呀，没了，没了，小伙伴们，被别人拿走了，也不知道是谁干的。哇，小伙伴们，真的，我也是服了，怎么会没了呢？小伙伴，你们看见爷爷的黄金卡了没有？我们帮爷爷找一找吧。这里面也没有啊，这下面也没有啊，小伙伴太可怜了，爷爷都哭了。哎呀，小伙伴这也太不容易了，我们帮一帮爷爷吧。怎么会没有了呢？我来买黄金卡了，今天又没有黄金卡可以买了，真的太可怜了吧。哎，爷爷说明天的，今天可能还再去进个几盒吧，到时候我再买吧。嗯，小伙伴们真的很抱歉啊，今天就拆不了黄金卡了，我们今天再来买点卡包吧，好吧，小伙伴们。还有一件事啊，以后我买卡包就给红包了，不能给现金了，因为现金在视频里面出现的审核比较那个啊，大家懂吗？所以我以后就不带现金了，就每次发红包了啊。拿一包这个碎皮包吧，这个要不要拿一包？这个拿个几包？拿个两包？奇迹拿个两包好不好？奇迹拿个四包吧，我最喜欢拆奇，拿五包吧，好吧。我们再看看啊，小伙你们喜欢买什么？这个英雄对决拿个两包。这个要不要拿个几包？这是什么呀，小伙伴们？这是什么卡包？这是传奇，传奇今天就不拆了吧。荣耀要不要拿个几包？啊，荣耀也不拿了，最近拿了很多了。豪华，豪华也不要了吧？豪华也不要了，太多了。啊，这么多，今天买了这么多，本来是想买黄金卡的，可惜啊，没有了。哎，也不知道是去哪里了。昨天爷爷进了两盒黄金卡，不见了。哎，现在也不知道是不是被谁拿走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被奶奶给拿走了。嗯，也许也可能等我去问奶奶吧，爷爷的奶奶是吧？也许奶奶把那个两盒黄金卡给卖掉了。啊，现在不知道，等我去问一下奶奶吧。哇，这是什么呀，小伙伴？哇塞，这是什么呀，小伙伴们？哇，这是什么？哇，这个拿一盒吧，小伙伴们，真不错呀。这个咱们拿一盒，小伙伴们，这个买一盒吧，这个买一盒真不错。我拿个中间一盒，看看能不能出个隐藏款的，好吧，小伙伴们，哇，真不错。好了，这么多，咱们回家去拆吧。我们去算一下多少钱啊？这是4块，3块钱一包，12块钱。12块，这里18块，20块，20块，40，40，50，50，30，80块钱，咱们发红包给爷爷。爷爷，结账！哇塞，小伙伴们，我这些卡包基本上都是爷爷那边买的，爷爷人可真好啊！伙伴们，今天爷爷人可真好啊，送了这么多的卡册。哇，小伙伴，你们想不想要这种小的卡册？我家里本身就很多。哇，今天又爷爷一下送了我6本卡册，说今天每个人都有。哇，爷爷人可真好啊！哇，感谢爷爷支持爷爷小卖铺，支持爷爷小卖铺，哇，真不错！哇塞，真好，都是3D 卡册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今天咱们看看来拆点卡吧，看看今天的欧气怎么样，来包4B包啊，先来包印章吧，来个印章，看看能不能拆出隐藏款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喜不喜欢爷爷小卖铺啊？不希望爷爷小卖铺倒闭，我不希望爷爷小卖铺倒闭，希望爷爷的生意越来越好。哇，这是隐藏款吗？小伙伴们，好像不是隐藏款，好像是隐藏款，又好像不是。哇塞，这是隐藏款吗？小伙伴们，好帅啊，真不错，哇，真的好帅，哇，真不错呀。我们来包 CP 包吧，你们猜猜这里面的 CP 卡是什么卡？肯定是一张好卡。哇，真特里加！哇，这张卡 CP 卡我有100多张了，小伙伴们，哇，真不错呀！你们喜欢喜不喜欢 CP 卡？哇，真不错，帅！还有一张 HR 卡，哇，真不错。但是我的 CR 卡真的太少了，希望这把能中过 CR 卡吧，小伙伴们，一发入魂保佑我吧！中张 CR， 对，没错，哇，又是 SSR， CR 卡真的确实太少了，再来一包。哎呀，小伙伴们又没有 CR 卡，太可怜了。好了，我们这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，我们希望爷爷小卖部越来越好，越做越好，好吧，拜拜。